明星非四小花旦之首，现在事业可真是风生水起。在很多明星都身陷囹圄无力发展时，杨幂事业还能如此红火，不得不说杨幂真十分有手段。杨幂能成为四小花旦之首不是没道理，在自己红的发速前提下，还能带出热巴这种超级流量王。现在热巴的成就已超过很多老前辈，不得不说杨幂看人有自己独特眼光。大幂幂最近又在机场被拍到，虽杨幂还是那个时髦精，可再时髦的穿着还是挡不住一脸疲惫。杨幂还戴一副墨镜，杨幂能拥有现在地位真是太辛苦，每天都有赶不完通告。除了杨幂事业，新新网友还发现杨幂的小秘密，这是杨幂2017年的王者荣耀数据，大家都知道是狐狸啊，是杨幂的王者荣耀名称。杨幂王者荣耀账号2017年玩了600多把，就按120分钟来算，整整打了12000分钟，也就是2000个小时啊。从王者荣耀到现在2年多时间，杨幂每天玩这么多把能睡多久，大家算算吧。杨幂账号虽不是全部都是自己玩，但也有内部人员透露说杨幂真是沉迷王者荣耀，拍戏空闲时间都要打2把。杨幂2017年时候都是王者69颗星，也就是说杨幂也算是顶级玩家。杨幂可是真沉迷游戏无法自拔了。杨幂还多次参加王者荣耀线下活动，和 XQ 战队的成员 Connect 私交甚好，杨幂的号部分时间也是他在玩。杨幂真的太累，她这个年纪还貌美如花，既要顾着事业也要顾着家庭，压力太大，所以王者荣耀成为她放松主要途径。小编希望杨幂在工作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身体，不要因打游戏熬夜，游戏最好可不要贪杯哦。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在下方点击关注订阅。